小明，你跟我压一下那黄点，明天你再走，OK，只把那个怪人车自拿己了。会爱上你，不能让自己靠你。各位特种兵们，这里是2021 PMGC 第三周超级周末积分赛的第四场雨林地图的比赛。大家好，我是小优。大家好，我是全。我是阿辉。来了，这个学会了吗？哦。这个叫插航线。这个叫插派男航线。原来还有我的知识盲区啊！插派男派男航线 ，OK。这个不就一步到家吗？哦，突然想到 BTR 会不会来揉点啊？哦，今天有 BTR，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好像要来，好像是真来了。往一号区飞，我们可以飞，我飞不到一号区。哎，他们都落了一区，把三区拿了。三区是吧 ？OK。一区来一个，一区来一个，一区四个，一区四个。我去二区，我来跟令。我这三卡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打，没打。你们看一下过点，过点。我没枪，我看不了过点。我看不了过点。白明看过点，看他们那边的。我先翻出来。独动一个。他不会打乌龟阵吧？没啥打他不够我们要的。小平王去了一个。倒一个。木架楼，我是不是可以走岸边啊？木架楼倒一个，小平房里面有一个，哪个地方倒一个？旁边木架楼，木架楼一楼，又倒一个，又倒一个，你们贴贴，我往玉屏跳上去，他怎么倒了？平房没倒是吧？平房倒了，我来跟你，我操，我被独栋砸雷的，那你拿他，独栋有一个，我得救他，我给往右边拉，这个为什么不像？嘘，别说。二层的那好像拉起来了，对，拉起来了。我在外面，你们三个进来一块打。去没有这边不好，等一下。我们要。他外面围墙有人吗？没大包。啊，居民。不知道。OK。那我慢慢摸。他们家楼二楼有人吗？令。好像没有。OK， 那我往后面拉，我往后面拉。我拉他们 B 过去。我靠！我是跳人过桥。他的奥特曼好像守了。等一下，我看他们窗户里。哎，你先回来。我是跳人过桥，我把他打倒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不是，那 RC 的。那个哪有人？木叶楼有一个。平房能清一下吗？平房是没有的。看一下。哎，长条去了一个，帮我看一下过点。长条去两个，不在长条，在长条旁边的围墙。我看一下我从左边能不能打。大伤，好，右边有一个，在你隔壁是吧？对。隔壁倒。二楼一个，二楼楼梯口一个，在面打。外面楼梯口一个，我打的，一脚下的。你们进行两个刚刚木有了三个 OK 二层楼有一个我掉一个 OK 我觉得可以拉回来从这个二层楼这边打我跟他们报告点他们有人架着居民有踩屋檐我去踩屋檐这有一个小心我有枪线啊操不是二层楼有一个吗我爬我自己爬小明，你继续去外面看着。OK。他应该会往打我就够点。被外面贴了一个。居民帮我看中间过点。我在考虑看。啊，发现我。二层一楼有一个。套上一个。居民得过来拉我。我捞一圈过来帮你们打。我想想枪，你可以救我，我知道。我想想枪，他是不敢到，他不敢过了。二层还有一个，木角落一个，然后那个谷仓一个。就我没大包，我没有。好像这样打不起来。救人，等一下。就你那个补了吗？补了。OK， 我补了。得，
我们得要不测一下。对，得不好测，不好测，我都没讲，我这重新整合一下人数。你们两个把我怎么给拔了？OK 吗 ？OK OK， 等一下，得等一会儿。万中就一个，得打药，木匠楼一个，然后那个蛋补上一个。OK， 懂了。居民有没有雷？我有，我一颗。他就在最右边，二楼最右边窗口。确定吗？对，确定。大仓右边是有雷。我去帮你吸引他。二楼最右边窗口。没杀到。你给大仓呢？你们俩秒马马马的。你可以跟我。我从右手边来，等一下。木雕弄两个，确定。二中还有一个是吧？中间，等一下，我没有药。木雕，二中两个了。我们二中弄两个了。三个好像三个。我先撤出来。我又捡了一颗雷了。我没有药。我也没药。我有药，在哪？外面。木雕楼有人吗？木雕好像回去了。回去是什么意思？回二层楼。木雕楼没人。木雕楼没人，木雕楼没人，我听木雕楼了。还有好像有人，好像是有一个的。我感觉我们俩可以听一楼底下居民。来，你看、啊、你穿那个三楼帮二楼帮我们架点。OK， 等一下。我整个头。得等一下、啊。整个头，你等我。你们得等我一下，马上。我先过去，居民。我们到位了。我也到位。开门晃一下。二楼给我趴着的。我就一个，打残了吗？打残了，你们踩楼梯上来就可以打他了。你可以踩威严，右这边有一个，第二楼各一个。OK， 我倒一个，一楼还有一个，别急，我们两个是一个，你们跟他抱团。等一下，第一楼，他是大鼻子，一楼小房间，大鼻子小一点，一楼小房间，把小房间卡住了，二楼小房间吗？一楼。我拉一下，伞兵，你跳出来！我出不来，我卡住了，他是 bug。等一下，等伞兵，他卡住了。我 OK 了，我搬了。在一楼，一楼小房间这个，就你这个，你们进，你这边，这边，我他喵，我真服了，还能卡个 bug， 我练了，打过了。哇，我是真无语。你怎么进去了，我靠！吓死了，得亏我们练了那么多肉点技术、哎、啊。太难，要从 PL 手。嗯